噔噔噔噔噔，哎呀，你们的钓竿都打结了啦！很奇怪哎，你们在炒菜啊？啊，这样子这个鱼怎么钓啊？太好笑了吧？这样变得好像面线哦。钓到了，喂，这个很像面线耶。面线。哦，这个是什么啊？不要再一直走，它会转啊！哎呀，不要再一直转了、啊。这个可以咬吗，爸爸？啊，好，给你吃。要沾酱油吗？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我钓到一个了。哦耶，很棒呢！剩下一点点，看谁钓到最后一只哦。太专心了吧。他叫你等一声了。哎呦！小叔可以带回去玩吗？不行。爸爸说要借小叔呢。我不要。啊，只可以用钓竿啊！你们钓到乖乖啦。这样拉会断掉哦。轻轻的放开。小力一点。轻轻的放开。越拉越大力就不行。可以用手压住，停下来了。人家用手压住。哎呀，这个我想要带回去玩哦。不要。你爸爸是要借小叔，要学会。小关，你一次用两个哦。但是我要带。小乖第一个放弃了。怎么掉一台货车啊？小郭。